大叔办什么呀？大叔啊，我有自己的事做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没有啊，睡前打算找个美女帮我洗头嘛，谁知道我就看到你了啊！接着又想不到啊！哎，啊、哦，傍晚你谢谢都不说一声，还动手动脚啊？喂，不开玩笑，你在干什么？关你屁事！关我屁事是吧？大叔就快过来了。 那我走了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喂喂喂，干嘛？那个人是林志财务的经理，每天不知道去哪儿，我来看他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伸舌头？你的牙齿挡着我，我就伸舌头过去了。喂，我不伸舌头过去了，就穿帮了。 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我很帅。大叔走了，走了，他走了，我帮你解开，来。不用你帮了。